望天保佑我们一切顺顺利利，能把这部片子拍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收看杨澜访谈录。2006年4月，命运多舛的电影《理发师》在全国公映了。在导演的名字当中，我们只看到陈逸飞三个字，而大家都知道，在2005年陈逸飞先生去世之后，是由他的好友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先生完成了电影剩余的1/5左右内容的拍摄，并且完成了最后的编辑。这样的合作可以说为中国的电影史留下了一段佳话。那么同样出生于上海的这两位艺术家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那么在早期呢，他的编导的作品有《当寇滩》《法外情》。余秋雨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电影本身也是一个故事，一个导演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专注在这个作品上，然后大家其他的人又怎么样努力的去把它完成。但是我今天演他的首映师，他却不能参加，我是在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好在我们这个电影终于完成，我们这个电影终于拍得很成功。吴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这部电影公映之前，你心里有没有忐忑不安的感觉？可以说多少有一点啊，但是那天那场试映完了，我就心中大石放下来了。这个戏结束以后，我看到蛮多人都蛮受感动，就我想很多人都说啊，这是蛮好的一部电影，所以我就很放心。这部电影在公映之前跟您过去完全自己创作的作品公映啊，那个心情上有什么不同？在期待感上有什么不同？心情上非常不同。怎么不同？因为我以前的作品呢，我个人负责是吧，如果好跟不好都是我自己来承担。但是这部电影呢，因为我是帮陈逸飞完成的，所以我这个责任更加重。因为我很怕怎么样呢，万一出来说不好，大家就说哎呀，肯定吴思远把它搞砸了啊！你这个怎么搞的？其实我的压力更大一些因为而且我拍的时候，我是绝对想模仿陈逸飞的风格手法，就是无论画面、色彩、光线，那我想很多朋友看了他都会分不出来。如果我不说的话，他们不知道哪些是我拍，哪些陈逸飞拍。所以我最近呢也蛮得意的，自己觉得哎，我居然可以模仿的人家一模一样。人都说啊，一部电影像人一样有个命。你觉得《理发师》这部电影的命是什么样的？这个《理发师》命很苦。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有一样很奇妙的，就是说他跟某某人当时吵翻了，那个外景地点就跟他最后离开这个外景地点回到医院再也不回是同一个地点。继续下去，我是听他们工作人员讲，他到了这个场地就告诉大家说，哎，上一次我就跟某某人在哪里吵架，哪里怎么怎么的，最后我就离开了。讲了没多久他又不舒服了，真的离开，这次离开就永远就没回来。这个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对这部电影这么的执拗啊？就按理说他的事业也蛮广泛的，
人们说，如果一个画家，一个成功的文化人要拍部电影玩玩票，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要把命搭上，的确是，包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想到。你觉得这部电影究竟什么让他如此的执着啊？我想最主要是他不甘于他的画家身份，他因为画家画画的成就已经去了顶峰，艺术家都有这种，就是到了某一个你就进了一个瓶颈，你再怎么突破，所以他常常讲他是以大视觉，啊，不是单单画画了，其实他最喜欢的还是拍电影，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很奇妙，它是可以把你所有艺术的东西啊集合在一起。你里面一定有画画了，有构图，对不对？有摄影，有文学，还有那个服装的设计，文学，这个是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太吸引的啊。那么尤其像他那样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他想创造自己一个风格，陈逸飞的风格，在那个故事里面啊，透露出这人内心的脆弱。我绝不提日本人搞我，绝不。哎，陆平啊，你这是干什么？啊？貴様！なんだその面は！知道他那个戏里面就像表现这个小人物。给大时代在冲击，但是他内心那个一个赤子之心，喜欢音乐，喜找他的一个爱，这种爱是永恒的，所以他这个电影其实这个主题也是永恒的。所以可以说这部戏也是陈先生他想把一生很多的那种对时代和命运的那些认识也可以都浓缩的放在这一部戏里边哈。我想他大概自己也有感触嘛，你看他是很年轻就有很有成就，然后到了纽约一开始一定很艰苦。那个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说，我跟他是住在一个房间，我们没有床，我们到外面去捡一个 cushion， 捡那个床垫，两个人抬很重。你想，那个学生一直渴望突破，生活的改变，那个沧桑起伏，给一个艺术家心灵上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所以他就想通过这个录屏，所以陈坤昨天讲，他说他里面那个角色就是好像陈逸飞他自己。在录屏这个平凡理发师的脸上，人们或许会找到陈逸飞油画中人物的神情，那些对命运无常的感触如同画布上的沧桑色彩，越久便越浓烈。在故事中，小人物的命运被大时代戏谑着，而在陈逸飞的人生中，残酷无情的现实也不可抗拒地向他袭来。正因为如此，这部用生命创作的艺术作品便更显得弥足珍贵。他走之后，您梦到过他吗？有吗？两次、太熟悉了。这个其实我也他老是慢慢的那样说话。这个用那个上海话，他叫我是怎么叫呢？叫的是舞刀，农民家有空啊，来一道吃饭。他很喜欢请客的，他永远跟人家是笑嘻嘻的，跟人家讲话很有礼貌，也从来不会发脾气什么。那你这个梦里梦见什么了呢？他除了叫你以外，梦见什么呢？他叫我。到现场去看他，就是拍戏的现场。为什么呢？可能我这个太强了，因为在他去世前大概10天左右吧，我还跟他通电话，我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也探过班，我说顺利吗？很顺利。舞蹈弄啥人过来看来推背，这地方老漂亮啊，很漂亮，说这个地方。所以我当时接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我不相信，十几天前才通了电话，怎么又突然说去世了？在那之前，我也刚请他吃过一顿饭，他好好的，是啊，好好的一个人。所以我是说，他把所有的精力啊，全部用在这个电影上面，他要跟时间在赛跑。他那时候最大的苦恼是什么？我现在想起来，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想这是他的最大功能。
但他们不跟任何人说的。你看，像我们那么好朋友，他都不听。不听。他肯定知道自己的病情，他不会说一点都不知道，也很清楚。但是呢，他必须就是说，我要跟时间在赛跑，要完成这部电影，要把它拍好，所以他才能就是说把所有的精力，啊，就是显露出来，觉得好像没什么病。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候真的是在赌一口气，也是就是说跟自己的生命在竞赛。面对老友的突然去世，吴思远毅然承担影片剩余五分之一的拍摄。陈英飞的事我不能撂下的。他从60年代就进入香港电影业，解冻刘德华与李小龙合作打造周星驰。那我有这个机会参与，因为有这个机会拍了一些片子，培养了一些演员导演，他们都很有成就。常常对自己说，吴思远你还要苛求什么。30年的坎坷路，吴思远如何领军香港演艺圈进行反黑行动？稍后请继续收看杨澜访谈录。陈先生去世之后哈，当时大家提出来希望您能够来接着把这部电影拍完啊，您说您花了一晚上考虑，这一晚上您考虑什么？陈逸飞是我真的很好的朋友，我们很谈得来。我自己对自己讲，陈逸飞的事我不能撂下不管，否则我以后会一辈子都不安的。啊，那么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说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伸那个手出来叫朋友。平常吃吃喝喝玩玩的不算朋友，啊，那么他碰到困难，而且这个困难不是小困难，他人都去世了。那我说，第二天我就说去吧。我去到那个外景地，当天晚上就跟他们开会，啊，大家都心情那天，因为刚刚发生嘛，心情都很悲伤。我说人去了，悲伤也没有用，你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戏拍好。拍到最后好像说是要雪又雪，要雨又雨，是吧？主要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说是那个结尾那一场戏，他一直强调我们后面山要见到雪。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雪了，怎么办呢？因为山很高嘛，要必须下一场雨，上面一冷了会结，啊，结果一到的时候真的下雨，下雨，哎呀，下雨，但是很麻烦，不能拍怎么办？下几天就很惨。结果他晚上一下雨，早上那个阳光一射过来，天，这个山顶哇，就白雪就在那里，所有人说奇妙奇妙，这个陈导在天上保佑啊，这我当时是很感动。我们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在跟陈逸飞在讲话，就说导演你想要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我们终于完成了。那我心里就想，老友啊，跟你搞定了啊，你应该安心了啊。一拍完以后我们回到宾馆就放鞭炮啊，放鞭炮，就大家很压抑的，也需要把它放出来，对，就要不然他憋坏了。这是真的一个很好的经历，就是说我虽然是帮陈飞完成这个片子，其实给我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经验，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帮助人，你会感到心里有平安，非常非常高兴。所以我说艺术家跟普通人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艺术家是不会死的。我想不会死的原因就是他会留下很多作品。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留给自己，留给我周围的朋友，但我想更重要的可能会留给一些喜欢我艺术作品的人，以后还能记得起来陈逸飞拍过一部理发师。理发师是陈逸飞为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件艺术作品，也是吴思远在多年从影生涯中制作的最特别的一部作品。他从60年代就进入香港电影业，先后拍摄了《弹扣摊》《香港小教父》《李小龙传奇》等一系列武打片。他又是开创电影新潮流，将喜剧元素加入功夫片的第一人，让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成龙主演《醉拳》震惊中外影坛。一部超级喜剧《赌圣》将周星驰捧为天皇巨星。
他还是首位进军大陆市场的香港电影人，由林青霞、张曼玉等主演的《新龙门客栈》曾在内地创下不俗的票房纪录。您觉得在您的导演生涯当中，或者在您的人生当中，最难过的一个坎儿是什么时候？讲出来没有人相信我。我的平生的第二部电影，我几乎拍不下去，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导演，就是我先拍的那个戏，我用了一位演员，但是后来那个大导演要用他去拍别的，就是大制作，所以希望我这个小片子就不要再拍下去，就叫那位演员不要再继续拍，那是很荒唐。你想想，我演员都拿走了，我所以拍了一场结尾的戏，演员都没有了，后面五分之四的戏都没拍，怎么肯定不行了。那时候您多大年纪？我那是27岁，我去求那个导演，差一点就跪下来，是吧？但是都没有效果，当时真的绝望。我这一生里面，我可以讲这个，以后我碰到任何困难不会比这个更严重，所以我现在很坦然，而且我变成一个什么？我能帮人的时候我就帮人。你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对很需要人家的援手，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后来因为是那么，我就想，因为我那位演员他是做一个日本浪人，头发披头散发，假发黄头发，那个造型很特别的，那因为我是拍了最后一段嘛，那我就想，哎，我看他戴一个口罩就不行了，日本浪人能戴口罩吗？戴一个做一个黑口罩，面罩，面罩黑的，那我就前面呢就加了一点话题，就是说他在杀人的时候呢，就拿掉口罩了。之前他不杀人就不戴口罩，所以我前面可以一直戴着口罩。哇，给我想到这，我开心啊！这个是蝙蝠侠的前身呢。对，我马上就是说，开工，拍，找替身，替身容易找嘛，是吧？而且我还记得最清楚，最后他要拉口罩的嘛，然后那个镜头要赶快跟着他，否则会穿帮的。赶快跟着他后面，连手连口罩的特写，再下接着就是没有口罩的，完全是这个演员。而且当时的演员他拍了另外一部戏也开始很红，所以就帮到我了。这个戏非常成绩非常非常好。他一直记得自己在人生最低谷时的那种强烈感受，所以当后来他有机会帮助他人时，总会不遗余力地伸出援手。从90年代起，他担任香港电影导演会会长，后来又担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在演艺圈中黑势力横行的时代，他责无旁贷地成为反黑社会游行中的领军人物。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当时这个香港演艺圈的一个反黑社会的一个游行，第二个是刘嘉玲的事件出来以后，您也是号召这个演艺圈的大家的一个游行。我觉得这两个游行还是很反映了一个就是演艺圈的一种良心哈。但是当时您有没有遇到过威胁呢？特别是像那时候反黑的时候。这些事情呢，我太太一再讲，你千万不要再提了啊！当时黑社会实在太猖狂，你想想看，带着枪带着剧本，跑到人家那个经纪人那里，啪，两样东西摆上去，选一样，好恐怖啊！这种打电话给某一个女星，我要你拍三级片。这还不算，打给另外一个女性，我也让你拍，你们两个人一起拍，那肯定卖座的嘛，这种对不对？哭了，来投诉了。那么这种情形下面，越做我可以完全置身于度外，又不是让你拍，但是我那时候是导演会会长，我们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杆。那么这种情形下面，也可以用句老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对不对？要不你不要做嘛，你这个导演会会长不要做。我那天已经比较早去了，但是一去到我吓我一跳，比我早的人多得很，都站在那里，包括成龙啊、黄沾啊，所有演员，一线的演员，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全部在那里，我们浩浩荡荡就超级到那里我们一起游行到那边。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对付娱乐圈里面的黑社会，结果有效果，帮了很多人忙。
我觉得您的性格特别好啊，其实在电影界做了这么多年，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做，做到现在啊，应该说您也经历过很多较劲的事情啊，让您生气的事情啊，但是我每次见到我都觉得您的心态特别好，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人你要做事你一定会有烦恼，你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自己想深一层，就是说我现在抱的只有一个感恩的心情，因为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一个喜欢电影喜欢发狂的，但是喜欢是很多喜欢，就算我们同一个时期在学啊电影啊，能进入电影圈又稍微有一点小成就的不多，真的是不多，非常金字塔下面好多人参与，但到了顶上的，那我有这个机会参与，又有这个机会给我拍了一些片子，培养了一些演员导演，他们都很有成就，但我想常常对自己说，吴思远你还要苛求什么，